时的我应该走向哪边？日落前，风来临，石墩下，我在盘腿坐着，人到底靠什么来定义丑恶？神啊，你在哪？神啊，我害怕。海啊，也带不走尽头，到底有没有？像云端山那边，海里面，真实的我应该走向那边？日落前，风来临，石墩下，我在盘腿坐着，人到底靠什么来定义丑恶？神